老豆子，你不要跳河，你等等我，我马上就来救你了。哎呀，我救不到你，可怜的老豆子，这辈子当了个青蛙，还被鱼吃了，下辈子可千万别这样了。哦吼！你说什么呢？赶紧拿走你的剪刀。嘿嘿，谢谢老豆子，我这不是在锻炼一下我的演技吗？嘿，终于可以捡星光包子了。你们都不知道，我再等下去的话，我都得长蘑菇了，好孤独。嘿嘿，那巴拉姐姐，你自己一个人慢慢捡吧，我们要先过关啦。啊，你们都走了，你们怎么可以留下我一个人？我这包子怎么还没有捡完呢？ 2000 years later， 怎么那么多呀？再不捡完，我剪刀都没用了。哎，找到了，开关在这儿，成功通关，杀死怪物获得钥匙。哇，薯片和土豆你们两个真凶呀，那我也要拿着剪刀打怪了。哈哈，我要去下一关了。巴拉，你要不要我等你啊？我把锄头送给你打怪呀。好啊。哎，不给，嘿嘿。过分，那我自己拿剪刀也是一样的，这怪物皮可真厚。啊，你们两个怎么还没有走？开心啊，赶紧走吧，不让你们看，真是的。下一关是吃蛋糕，找四个梯子给粉队，这一关就没那么难了吧。我已经成功找到了藏箱子的地方，吃掉蛋糕进去拿到梯子，嘿嘿，粉红队老豆子快来吧，我把梯子给你。谢谢。不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哎，他们两个在聊啥呀，聊得那么开心。现在我终于能明白薯片的心情了，真的是太凄凉了。找到两把钥匙，一把给粉队，让粉队把钥匙给绿队，这里我直接用星光包子垫上去就行了，不用他们的帮助，能帮队友省点麻烦也不错。嘿嘿，成功拿到钥匙了。老豆子，钥匙我已经给你了，我就先走了。找到一位密码，等待队友给你其他密码，拿到钥匙分给他们。你需要站在这个区域输入密码，顺序是蓝粉绿队的密码。这种牌子应该先按住潜行进去里面看看情况，下面写了个有，也不知道是有还是没有。这里下面好像啥也没写，你猜这里下面也啥都没写。按照三长一短选最短的规则，我还是去选写了有牌子的地洞吧。这写的是没有，说不定在牌子后面呢，哈哈。果然，找，那是找什么呢？哎，箱子在这儿呢，我的密码是一，不错不错，赶紧去看看他们的情况。天哪，这两个人怎么还没过来？我刚刚好像看见有个什么东西嗝屁了。你俩快点！来了来了，别急嘛。两位大哥，你们再不好，我就在这发芽了呢。我这的密码是五。那薯片，你那的密码呢？我这的密码是8。那就是输入158喽。怎么没用啊？难不成是一起输入158？密码158，158。天哪，这怎么没有用？不能用啊！你们是不是找错密码了？